女生永远搞不懂，哎，真的很浪费钱哎。男生学的真的很臭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琳。干嘛学我？圣诞节要到了，大家都准备好圣诞礼物要送另一半了吗？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我今天就会分享，就是女生最讨厌的礼物前三名，还有男生最讨厌的礼物前三名 top three。好期待哦！你们知道圣诞节就是一个很棒的节日，你可以收到另一半很棒的礼物，然后每次你都会满心期待。然后今天我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呢？叮咚叮咚，叮咚叮咚，没有门啊，赶快进来！圣诞老公公送礼物了。圣诞老公公真的蛮老的。来，纸袋蛮漂亮的。对啊，纸袋有特别挑选过阿玛尼的纸袋。拜拜。这样。很可爱的熊熊娃娃，你看他穿那个羽绒衣耶，很经典的，经典的，好傻眼哦！我个人是很讨厌娃娃这种礼物的，是因为你们男生不知道这种东西就是既占位置，而且又会长尘螨吗？而且如果是我喜欢娃娃，我自己会买，真的不是很喜欢这种占位置的礼物啊！期待哦，好期待哦！这次圣诞礼物要收到什么呢？叮咚叮咚，圣诞老公公要来送礼物，话不多说，好，圣诞快乐！为什么要送我花？干燥花什么意思？就是代表我们的爱是永恒的，可以永久保存。我个人觉得干燥花还可以，但是我非常讨厌就是送鲜花的人，尤其是什么类似99朵玫瑰或是什么之类的，因为那个非常占位置，而且就是鲜花大概只能保存大概2天吧，然后就会长虫。你们知道花会长虫吗？有些花会长虫的，或就是凋谢了，真的很浪费钱呢。你们可以把这个钱带我们去吃大餐，或者是买一些保养品给我们之类的都 OK 啊，千万不要送花好吗？叮咚叮咚，叮咚叮咚。Hello，Hello。圣诞节要到了，要送你一个很特别的礼物。哦，很特别的礼物。对啊，跟我身上穿的有关系。破洞吗？不是，好，就是它香水，你看全黑的，跟我很搭了。你喷上它就会想到我。喷上它就会想到我。很私密的事情，就是除非你真的很了解这个女生的喜好跟她想要呈现出来的味道，不然其实把你想要闻到的香水送给别人是一件很霸道的事情。而且有时候男生选的香水真的很臭，会有一种那种浓浓的一种俗艳的味道，所以说呢，送香水是一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就对啦。所以这是女生最讨厌的礼物前三名。圣诞节要开始了，不知道今年会收到什么礼物呢？好期待！阿刚，对啊，今年结婚几周年？8周年。你8周年是不是就只有心里就只有我一个人？不然要谁？所以你最喜欢我对不对？应该吧，除了去年。怎么可以这样讲？所以说，其实你就是最喜欢我对不对？除了去年。不行。其实我算是就是任何节日，其实只要有我陪着就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送去。我跟你讲，我送你。对，巴黎，北海道，夏威夷。好了，我要送你一个很棒的礼物。不好意思哦，圣罗兰。我知道，刚打开，里面都是你最喜欢的东西。很棒吗？送你个翅膀放哪里？而且有我们的照片，你不能丢掉，只好默默的挂在厕所。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适合你，因为就很适合你，看到这件衣服就想要你啊！可以打开看一下，我觉得你一定会帅哦哦！明年春夏必备的丹宁衬衫，盖哟！
女生永远搞不懂男生到底穿什么尺寸，那竟然送 XS， XS 是我十年前的 size， 我现在的 XL 了。来，圣诞老人，赶快来！老公，注意哦，这次的圣诞老婆婆送你一个很棒的礼物，因为我知道你有在收集这个东西的习惯，而且啊，你每天啊，只要看到这个东西，你就会想到我贴心。我有在收集那个球鞋的习惯，所以是限量球鞋，对不对？不是限量，每天都会用到的、啊。这个东西跟你是有就是像接吻的感觉，接吻。你收到就知道啦，打开一看，感觉很厉害哦。嗯，我是不是很贴心？我是不是很贴心？哈哈哈哈哈！应该限量的，限量的是可以的，限量的。限量的，其实那个家乐福就有在卖。屁呀！不知道我们家里已经有多少的这个马克杯了，大概有100个，结果圣诞节才收到这个马克杯。哎，好，我们不要胡闹了，我们好好交换礼物好了。好啊，交换礼物。好，所以这是我的，这是你的，对，好棒哦！今年收到什么样的圣诞礼物呢？夹子，我找得到。这夹子很帅耶，这 GD 出的夹子，而且这书店有在卖。没有，它是 GD 出的。哎，这是韩国的。韩国又怎么样？韩国好吃的，所以台湾精挑细选。台湾买不到哦，这台湾也买不到啊。可是我不想要夹子啊。这现在最红的，这一盒要两，现在最红的，这个2000块，这一盒2000，2000韩币，2000卡路里吧。2000卡路里适合你啊，大胖子。蓝色，走，法国限定，你要夹在哪？这最流行，最潮，这不是夹头发，超冷最。那这个来，这个是啊，可以吃掉。那这么肥了还要吃？你喊我一起吃。这么肥了，你喊我一起吃。你喊我一起吃。这么肥了，我不要。不可以，收下。那大家喜欢这个圣诞礼物吗？还是喜欢我送他的？当然这个啊，这个吧，谁要这个、啊？他喜欢这个。你要不然就 GG 两个字，谁要这个夹子？好吧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生命的频道，祝大家。